是什么什么，今天呢是选汉语的第二集，第二集呢我们教大家选星期，汉语中星期我们是怎么念的呢？我们首先别忘记点击订阅分享，讲台打开下面的练习笔记本，跟我上刷通知，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名片吧。星期汉语测试三大星期三大第二星期日，或者是我们唱的星期天，汉语叫做 one a p， 星期日星期天 one a p， 星期一 one zhang， 星期一 one zhang， 星期二 one an tan， 星期二 one an tan， 星期三 one put， 星期三 one put， 星期四 one put a half a day， one put a half a day， 星期四比较长一点，星期五 one su， 星期五 one su。星期六弯扫，星期六弯扫，今天到此结束，别忘记我们在学习二级再看我的影片，要记得点击分享和转动，最近有什么大一定要打开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